这是一段感人的人与动物的奇缘。 我们的节目要从这里开始展开。大型玄门内部真人恋爱综艺《玄门有恋爱》正在播出。他是一条濒临灭绝、不爱宅家的千年阿龙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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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他们不仅有跨服情侣的干柴烈火，我觉得这个人物他很真诚。确实演的时候我都有点特别心疼我自己，特别心疼天阳。那我重新说一遍，还来得及吗？我觉得这个人物他很真诚。我们是坚定的官配，很般配呀、啊，他们俩。要不，把你拿去卖了。般配呀、啊。告白你还拒绝我，抱歉，杀了你真的了。我会感觉有点像柴犬的感觉。哇、哦，这么可爱吗？像，你要跟我们夫妻、啊？对。更是我们的恋爱嘴替，燕回最懂天耀所经历的这一切。他俩毕竟经历过太多的生死跟曲折，在燕回心里，天耀一开始是一个坏人，到了后期，天耀就是他喜欢的人。为了遇见你，我竟等了一切。我盖章了，这事定了，一辈子的。说话算话。我希望燕辉长点心吧，我觉得太容易相信人的一个人了。我觉得你相信天耀这么一个人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了。这倒是实话。所以你就不要再相信类似于白晓生啊、凌霄啊、林飞啊这样的人，保护好自己。